我是 Steven 唐，今年12岁，中文名字叫唐敖珈。因为我2008年8月出生在加拿大，那时北京正在举办2008年奥运会，所以爸爸妈妈就取了奥运会加拿大的谐音敖珈，是不是很有纪念意义呢？从小我就喜欢各类体育运动，上学前我就开始学习足球、篮球、游泳，年龄大一点上学后又开始学习冰球。我非常享受运动中团队合作的乐趣。我现在是蒙巴篮球俱乐部的球员，也曾经是 UMHA 冰球俱乐部的球员。音乐是我的另一大爱好，前两天我迷上了指弹吉他，参加了一个叫 WAGF 的中国指弹大赛，我的指弹曲目 Wings Hoping for the Future 得到了大家的好评。现在每天最享受的呢，就是去弹弹吉他，弹弹钢琴，有些时候我自己也会试着去创作歌词，然后以我自己用弹唱的形式来呈现出来。中华文化你了解吗？哪种特别光已经渗透在我生命每一个角落，黑的眼睛黄的皮肤总在提醒我，无论我们身在何方都不能迷茫。我去过北京，那里有长城、故宫、天安门和西安，那里有兵马俑，新疆吐鲁番，我吃了好多好多的葡萄，还去了火焰山，我还去过香港的迪士尼乐园。一提到中国呀，就是好吃的太多了，我会很不自觉地分享给我的身边的朋友。我现在呢，会通过说贯口报菜名的形式来展示我们的中国菜。蒸羊羔、蒸熊掌、蒸鹿眼、烧花鸭、烧雏鸡、烧子鹅、卤煮卤鸭、酱鸡、腊肉、松花小肚、料香肠、什锦酥盘、熏鸡、白脸、清蒸八宝猪、锅烧鲶鱼、锅烧鲤鱼、炸炒鲤鱼、炸炒对虾、红焖甲鱼、炸里脊、软炸鸡、清白鸭丝、黄金管、什锦豆腐、什锦丁、五香羊肉、爆羊肉、红丸子、白丸子。2019年暑假的时候呢，我开始迷上了一档综艺节目，叫《相声有新人》，然后呢就开始模仿一些里面的贯口。2020年多伦多喜乐会新春相声专场，我还成为了多伦多年纪最小的相声演员。西班牙的邻国英吉利海峡到伦敦，英格兰、苏格兰、爱尔兰、冰岛过了大西洋到美洲、加拿大，经过了渥太华，回到多伦多。在我小学2-3年级的时候呢，曾经参加了有两次有关于茶文化的研学活动。我亲眼看到了茶园是什么样子的，如何采茶、炒制茶叶，还亲手制作了茶饼、制作油纸伞，真是大开眼界。我觉得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多么深不可测，它可以体现在我们生活的衣食住行、学习、工作、家庭方方面面。这就是我，一个阳光、外向、大方的男孩，喜欢交朋友，喜欢聊天侃大山，既喜欢吃中餐也喜欢西餐，既会说英文也会说中文的7年级学生。三张高桌，12条腿，3个和尚。